喂，妈。系。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超市了。哦，你到超市，咁你就买瘦肉啊。哦，好好。我而家买，我而家买两句。啊，好啊。系，等我一下。你好，你烧肉在哪里？烧肉还有鸡胸肉。烧肉在那边。OK， 麻烦你了。OK， 还有烧肉。虾子吗？烧肉。喂吗？瘦肉，这个是鸡胸肉，对。然后瘦肉的话就是这一边啊，猪肉的，对，我要猪肉的，猪肉的这边，好。好，虾茶酱，虾茶酱。虾茶酱。看，就是他平时不怎么去超市啊，这应该不是他的长项。没记错这一块。帮你包起来。好，请问里面有虾茶酱吗？虾什么？虾茶酱。虾肠酱没有。虾茶，那香肠酱。虾的。你可以帮我调一下火锅酱吗？带你去啊。好啊。又去了。麻烦你了。虾肠酱。对，我就是虾茶酱。对，它这就是掺火锅用。啊，好，谢谢，我就找这个，谢谢。没有，我刚问你，我是虾茶酱，但是我发音不好，对不起。哦，没关系，沙茶酱。沙茶酱。对。通过照顾女朋友，让自己成长起来是对的，但是在谈恋爱的时候。要成熟起来，开始担负起来更多的居家的事情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好，谢谢。